但我系 WowWoody 玩具狂人啊！今次咧就系买咗 MAK 啦，同呢个 Pop March 拉布布嘅 crossover。咁讲真，又要买全盒嘅话咧，即系冇可能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只系入咗中意嗰四只。咁你话抽盲盒喎，好难抽嘅喎。咁啊，唯有又要靠呢个伟大嘅淘，我喜欢啦。本身咧淘咗一间嘅，佢话要等五日。等完五日咧又冇货咧，退货咧又要再揾另一间五日，所以搞下搞下都 out day 晒。咁喺 good old days 咧，原来我睇翻相喺2012年之前咧，已经买咗啲1:16横生云啊 MAK 啊嘛，但系转眼间已经十年啦。咁嗰时最中意咧就系雪人啦。啊，咁其实咧之前都有出玩具噶，都有出载具啊，可以放呢个拉布布落去嘅，但系嗰只好贵啦。咁依家合换嚟讲咧，咁啊价钱就平好多啦。咁呢度爸爸，喂，1:16对而家合换，咁雪人又系啦，嚟紧 Happy Father's Day， 咁啊开箱，咁啊其实佢图嚟讲咧，佢一定会开咗先嘅，佢先知道嗰只系咩公仔啊嘛，咁哇，依家12只喎，依家第一弹，咁你香港咧嗰时即系一行过 Pop Mart， 即系就好有兴趣啦，因为始终载具咧即系男人嘅浪漫。咁我以前10年前啦，甚至最早嗰部咧 W 字头嘅咧，我系16年、17年前买嘅啦。工人姐姐跌断咗只手，咁我头盖嗰个位系 W 嚟啊嘛，即系代表 Wowoody 啦。咁啊跌断咗只手，咁我嗰时又唔识伤同枝啦，咁啊抌咗，我觉得好可惜。咁我谂住佢会再出翻再买啦，但系点知就冇再出啦。依十几年嚟都冇再出 W 字头嘅载具 MAK SAFS。咁啊，唯有之后慢慢再入，慢慢再入其他啦，雪人啦。咁一雪人合伴啊，扣下烟咧。咁一打开，可惜就系扭唔到个头嘅，纯粹系个盖啦，头盖可以打开啦。右手手掌喐得啫，就咬噶啦，斋站艺术。咁啊，开另一只。另一隻就是黑鐵啦 ，Dark Steel。咁我都記得，我應該仲有一隻1:16嘅，但我揾唔翻出嚟咯。即系冇辦法，即系起碼都過咗10年咧，有時入咗箱咧都唔知入咗邊個箱，好難揾翻出嚟。咁啊，打一睇先，都靚仔噶，你會見到佢有舊化噶，即系頭先雪人有舊化啦，咁呢個黑鐵咧。载具都有旧化，头盖仍然可以打开。咁啊，两个圆咕碌咁样，卡哇伊啊，得得。咁啊，但系都系啦，只系得右手嘅手腕喐得啫，脚都喐唔到嘅。咁有啲可惜咯。啊，得个头盖喐得啦，头唔喐得啦。不过呢个咧，得右手喐得啦，左右脚唔喐得啦，有啲可惜。咁啊，天线因为入咗盒就咬咗啦，咁啊，费事搞佢咧，咁啊断鬼咗，我点算？整体又可爱嘅，咁雪人都系啦，梗系卡哇伊啦，又系个头盖开得啦，但系得右手嘅手掌喐得咯。冇计啦，咁你放大嚟睇，其实都 detail 嘅，佢后面嗰个嘅引擎啊，嗰啲线啊都出嘅。咁啊，嗱 ，Bubu 都，其实我就对呢只嘢系无感嘅。但鬼叫佢同即系我中橫生橫啊嘛，咁依家你搞得咁卡哇伊啊，咁唔入唔得。咁啊，同埋即系 echo 翻我10年前买嗰只橫生橫1:16，咁都系因为佢我拎翻出嚟玩。咁啊有旧化啦，头先讲咗啦，系得只右手手掌喐得啦，有啲可惜啦。啊，咁左手唔喐得嘅，左右脚都系唔喐得嘅，咁。有啲可惜，但系佢嗰个图腾啊，那个符号啊，同1:16嗰一样。咁、那个透明眼罩好似龙珠嗰、那个毒敌人嗰个能力值咧，嗰、那个眼罩都型嘅。不过入边唔可以扭个头就有啲可惜咯。即系如果咧扭得喐个头咧，那个画味会更加浓咯，甚至可以掹翻半身出嚟，可能画味更加浓。咪而家对比翻1:16啦，同埋雪人啦 ，OK 噶，啊咁同埋即系本身佢横生云嘅设计咧，我觉得佢走个写实未来写实风啦，即系
不远的未来的时候，如果人类真的有这些军事载具是什么样的呢？可能都有得这么臃肿，有一次太空衣这样，所以那个可动性不是那么高的。但是这些东西都有接地的，当然你1:16的可动性当然是好过这个合本。我另一只都有入的，所以我都会入到那个合本。这一款就叫做暴风 Storm，它的灰白黄的撞色靓啦，咁头先讲咗啦，其实似一个太空衣咁样样，嗰、那个可动性咧其实系有限嘅，咁呢度尽咗噶啦，无论膝头哥啊、手罩啊，但系佢个设计型嘅，你有两个开合位，除咗开头罩咧，前面的胸甲都开翻啦，咁我十年前未做 YouTuber 啊，咁啊个公仔只系俾半身嚟，咁啊偷咗位啦，即系成个人可以装着咧就贵好多啦。咁以前有出到1:6嘅，咁咪更加惊人啦个价钱，咁唔好提啦。咁所以入至1:16咧，已经心满意足噶啦。系啊，咁啊，估唔到十年啊，超过十年啊，2012年我睇翻上一部喺 Picasa 度，因为 Picasa 我停用咗啦。咁好啦，如果对比翻合本咧，咁个设计都相仿，都跟足1:16嘅，无论颜色啦。是个罩咧，可能佢有个透明罩俾你睇到。阿拉布布咁啊，翼咧都有两只。咁你跟翻，如1:16都有两只嘅，不过而家懒得插，咁啊抄翻出嚟先。嗰时我记得影完相咧就收翻埋。然后仲有个头盔啊，太空人嘅头盔，或者好似 Wonder 嗰套戏咁样样啊 ，August 嘅头盔。不过半身偷加位。但佢只只都系咁啊！所有驾驶员咧都系俾半身你嘅啫。咁喺佢嗰个设计嘅里边咧，方便啲啊嘛，即系唔需要放只脚落去。好，插只翼，有对翼就飞得。其实我觉得嗰个系咪纯粹系似天线多过系机翼咧？都唔知系乜，不过唔紧要啦。啊，但系依家咧合换咧。都有翼啊嘛，咁啊解开先。咁你如果你香港个价嚟讲，你成120蚊一盒咧，贵噶。咁你图你计翻运费，或者有时有啲特别款式咧，你就冇咁平嘅。咁依款你人仔啊，都应该120啦。咁你计埋汇价、运费啊，可能都成哇150啊，贵噶。好，插翻落去。又系得右手手掌，不过呢只特别啲，佢竟然左手都得，所以我怀疑呢一只应该系特别款式嚟嘅。咁啊，又系可惜就系入边嗰个拉布布就喐唔到啦。咁但系呢一只佢竟然左手系喐得嘅，啊咁啊，同埋加只翼。咁我依家就係冇個 prototype 啦，可能遲啲先再入啦，礙於 budget 問題。青蛙頭嘅骷髏骨有啦，亦都冇另一個 MKL。咁 MKL 有好多師兄咧就再重圖啊，畫咗好多紋身啊、圖騰喺上面，型好多。咁做咗我想做嘅嘢，咁我依家冇時間，冇計啊。咁睇翻兩父子先，咁個設計。跟足嘅，不過我唔明白點解一個 number 係7，一個 number 係8咯。係啊，但係佢個外形其實都跟足嘅，都卡哇伊嘅。仔细啦，啊，咁佢依只个水贴特别多喎，所以其实我中意呢款噶，所以我当初都有买到呢个1:16嘅 Storm 就咁解。咁你而家合伴都得意啊，咁但系可惜就呢个罩，我唔明白点解唔整多一个关节咧，俾佢可以揭盖咯。咁你而家纯粹系冚饭煲咁冚盖啫，咁啊同埋呢个睇晒个样啦，
都系嗰句，我对呢只嘢就唔系太好去嘅，只不过我中意横生云，咁啊，所以入咗去啦。咁啊，做乜去买骷髅骨？我谂住系整全啲啫。咁头先讲过，即系瘦食嚟讲，佢唔够劲嘅。咁啊，迟啲可以再做，即系示范点样瘦食啦。啊，咁一样啦，佢今次都系得只右手掌喐得，咁其他都系唔喐得嘅。咁头罩喐得咯，右手喐得咯，咁其他都系斋站嘅艺术。咁同埋一个青蛙头啦。青蛙头啦，咁呢个系瘦食版喎。咁既然佢瘦食咧，我可以迟啲即系再整个重构化，系啦，迟啲先搞个重构化啦。咁啲人就话系水性宝土啦，用牙刷啦印上去，印完之后咁好简单啫，再用海绵。咁因为你依家你啲瘦食，你应该要甩甩突突噶嘛，起瘦。咁依家太光滑啦。咁啊，遲啲先至再做個嚴重嘅修飾。咁入邊嘅納布布都死鬼咗啦，變咗骷髏骨，都靠阿姨嘅。咁依家就即係睇下個旋轉 catwalk 咯，唔差噶。雪人，即系其实即系话就话合换啫，咁样你少数怕长计，你咁多只成埋一齐咧，其实依家可能都已经系过咗四鱼咯。咁当然有一啲，譬如嗰只严重瘦食版咧，佢可能喺图嘅里边咧，我见到最平可能60都有。咁但系拉上補下，咁你計埋匯價，咁四魚多咧，再加運費咧，其實都係貴嘅，啊！不過就得意咯。有時我中意可能放喺公司台頭啊，悶嘅時候玩幾嘢咧，冇咁悶啊嘛。啊，諗住就係咁。咁我骷髏骨 OK 啊，好，最后黑铁，唔知佢嗰个符号系咩意思咧？有时因为太耐啦，以前1:16嗰啲买咗，即系十年啦，咁就十年咁先恐怖。即系讲真，唔系出依座横山云 crossover pop march 拿布布咧，我都唔会拎翻出嚟，拎翻1:16出嚟玩。我睇翻相簿先知道，哇！十年啦，甚至11年啦，即系岁月不饶人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对比咗1:16啦，同呢啲合本啦，咁啊，将呢四兄弟咧放多出次嚟一次，将呢四兄弟放埋一齐，咁啊。咁如果你喜歡以上嘅分享，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多謝各位，拜拜。